我们又来钓鱼了，看大爷已经开始了。好，我们到钓点了，我们今天搁这边钓，看这边全是水草，我们就在水草附近多打几个窝，应该能钓到，我们来钓一下试试吧。哎，好朋友们，今天无锡这边特别的热，今天33度了，然后现在是中午12点，将近1点钟，现在是，然后是最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还是用黑米来打窝。好，我们去那边再打个窝。好，今天我们用的线组是1.5的主线，然后加1.2的子线。那我们用的鱼钩的话是这个1/5号钩。这个顶钓可以啊，终于开竿了，来了这么长时间终于上了。我看一下，我上了个鞍弓啊，这鞍弓这肚子太大了，我们把它放掉吧。我们把它放掉，这肚子太大了。好，朋友们，这边刚上过鞍弓，然后估计鲫鱼的话也没有了，我们来这个窝来钓一下看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窝里边已经有很多鱼心了，但是就是不怎么开口，不知道为啥。鱼心特别的多，就是不怎么开口。我的个乖乖，大爷，我们这刚发窝呀，这还怎么钓啊？这个，大爷你不累吗？一个人划这么大一个船，看着我都累。哎呀，这窝搅的呀！大爷，你慢点啊，别把腰给闪了。我这大爷太给力了，这么大的船被他，我的个乖乖！
估计大爷不好意思了，得赶紧划走，耽误我钓鱼了。没事，大爷，你慢点划。不急，你慢点划。哎呀，刚上鱼啊！好朋友们啊，刚刚这位大爷非常的辛苦啊，把一个那么大的船给从我们这边划过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不得不换个地方钓了。我们再去那个里面再打两个窝，再钓一下看看吧。